最夯最流行真的要拥有吗？每次买什么流行单品，只要就是被我老公一讲一批评的什么，我就觉得他也是看我背这个，他就觉得哎，老板娘找钱呢。不觉得背在腰包你不能刷卡吗？为什么？你就是要打开有一叠现金。对，TVBS 欢乐台42频道上班这档事。